看昨天赖清德说要公开这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，是不是打点的这个陈时中说封存三十年？问题就是说，你民进党是一体的，那你赖清德你原来是副总统啊，而且你赖清德也跳出来支持高端，你记得吗？那时候卷起袖子，除了蔡英文、赖清德、这个苏贞昌、陈时中都卷起袖子啊，然后都支持高端疫苗啊，那不很怪吗？那你赖清德当时不讲话呢，你还助纣为虐、为虎作伥啊？那你现在为了选举呢，你讲这个话，对，你根本是欲求之合嘛，是这个共犯，这个共犯呢、啊？你们根本就是共犯哈、所以我觉得讲这个话，你早就该讲了，不是现在才讲了。这个是失言，明显的失言。赵总觉得昨天侯市长辩论的时候表现怎么样？昨天因为我昨天晚上要参加那个贺龙夜秀哈，所以昨天我没陪。这个不用来。现场麦可以掉吗？先不要开的吧。昨天因为昨天晚上我要参加贺龙的贺龙夜夜秀啊、因为那个很重要，年轻人很爱的哈。那所以我昨天没有陪侯市长去参加这个辩论会啊，那不过我当然也有透过电视有看啊，那我觉得侯市长表现不错啊，那攻守啊都还不错啊，反而是我觉得这个赖清德哈、他怎么讲到说什么中华民国什么如果是护国神山是灾难，他就说他漏了两个字哈，口误应该是中华民国宪法。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。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。那怎么可以说不管是他讲中华民国也好，中华民国宪法也好，这都是保护我们的，怎么会变成灾难呢？我不知道赖清德他脑筋想什么哈，我想他可能就把他讲出来了哈。那跟呼应他是一个所谓台独工作者或是务实台独工作者，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哈。所以为什么讲说赖清德是对台湾的和平是很大的威胁，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恐怖分子哈？那道理就在这里啊，就是说赖清德会给台湾带来相当的不确定，两岸相当的不确定哈。那我觉得侯友宜昨天表现我觉得很好了哈，就是说因为大家原来认为说他口才不是那么辩解哈，但是他其实表现的中规中矩，我觉得比预期的好很多了。王义川昨天说你会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然后你不敢讲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你觉得这个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，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都清楚了吧？那所以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中华民国的一部分，我什么时候讲过台湾中国的一部分呢？乱讲啊，他这个简直是乱栽赃嘛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讲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？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。那柯文哲昨天王义川还有说，就是他认为为什么老是拿王义川呢？不要拿他来侮辱我嘛！我不想回答他的话了。王义川算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他是谁啊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老是拿王义川呢？你拿赖清德的话，或是这个柯文哲的话来问我还可以啊，好不好？这对我是大的羞辱了。民众党是一个新兴的政党，那没有中央执政的经验，为什么选民应该相信您把票投给您，尤其是年轻人？然后如果您顺利当选的话，跟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会有什么不同在政策面上？那就是他刚才讲嘛，就说你们没有执政的经验，你为什么确定他？我跟你讲八年前这一句还有道理，我当过台北市长八年了，还是有一个团队的，所以我对这执政比较没有问题。这个也是这样的，政治的确是个专业，也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我从台大医院直接跳去当台北市长，其实前两年还是很短，慢慢才摸索出那个，所以这次如果再去中央政府去当总统，你知道，这不是完全没有经验。其实我跟你讲台北市长有去选总统的都有上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台北市长有去选总统都有选上所以你换新老了，对。他刚才在讲说跟民进党会有什么不一样，我要跟大家讲我觉得这样的不要背弃自己的理想。其实青年勤政爱乡土是民进党中央党部会议室墙壁上面的字，但是
青年勤政跟今天的民进党扯得上关系吗？你看到民进党会想到青年勤政吗？所以他说要跟大家讲了哦，有一句话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们要相信制度，不是相信个人。所以哦，公开外公，我最总统后面最想要逮起在公开透明，所有的会议记录全部给我上网公开。一样嘛哦，为什么台北市的标案哦贪污很少？第一，上网的时候公布评审委员名字，公布底价，然后那个委员哦一旦当评审委员不准退出，哦没有超过三分之不准开标，然后开标的时候外聘委员没有过半，你知道不准开标，我有定很多规则。好啦，外公讲一个小故事，我那时候下令说哦，上网招标的时候要公布评审委员名字。结果齁，他们联合，那我们那个台北市联合院就上个公文给我。一共诶市长，然后我们联合院要买那个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哦，可以卖的只有三家公司。惠利浦、GE 通用，还有一个那个惠利浦、GE 跟西门子，只有三家。啊，可以当评审委员的，都是我们每个医院的 X 光科主任，反正就挑几个去当评审委员。一共卖的跟买的大家都认识，这样压力实在太大了。所以他希望说这个联合医院哦，买电脑、买医材，你知道哦，免受市长事先公布评审委员名字之要求。我那时候看到公文，你知道，我现在想说我才刚刚下命令，你们就在测试我，我就不签，你知道，放在桌上。一个礼拜后，他们来问说：“哎，市长你签了没有？”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在公文上面写市长是医生，他自己去当评审委员，我又把公文送回去，结果他们说他们再努力看看好了。从此解决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就会议记录上网公开嘛，会议记录，所以你跟我讲这涉及国家机密，会议记录上网公开，标案你知道哦，公布评审委员名字哦，然后我们都有规定啊，那个哦，评审委员哦，一旦选定，他不可以随便退出，因为哦，当年大巨蛋就是这样出事的，当年大巨蛋第一次投没过，你知道。结果那个不知道怎么弄到说啊，这个中央工程委员会说哎，那个投票结果不算，再投第一次又没过，然后要去弄又不就是他没过，你知道，他就把他驳回，中央就给他驳回。到第三次的时候，评审委员不来投票了，一共已经投两次没过，还投第三次，所以后来我就规定，你知道哈，我要来当评审委员，我就先问他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要开标？你那天有没有在台湾？你能不能来开会？你不要，你就说我就不聘你。你一旦当评审委员，不准退出，全部要来给我开标。然后事先公布评审委员名字，你知道我要公布评审委员名字吗？欢迎大家互相检举。按得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，这一次黄国昌来嘛，一直问我说参加民众党会不会、哦、有什么话不能讲，我说、哦、你要是觉得不对都可以讲，相信制度不要相信个人，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，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。所以我为什么主张说公务员用遴选制度，你知道，当那个公务员发现说啊，原来我要升官不是市长决定的、哦、市长只是九票里面的一票，从此他变得很勇敢，我不是要给一个人这样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这一次升谁是由一通电话决定的，你是公务员，你要认真做事吗？你得把给几个得户了，你晓得。所以为什么我当台北市长要选连任的时候，我的建管处敢把我的办公室抄掉，因为他发现说，哎，你才一票而已啊、哦，我以后要升官，没有完全被你决定，从此他变得很勇敢。所以我们要在公务员里面建立一个公平的升迁制度，只要没有这个制度，公务员不会认真做事的。我领金要创啥？我八给一个就好了，我哪就去他领金要创啥？所以要相信制度，不要相信个人，公开透明、公平的升迁制度就 OK 了。